老公公的戏很长哦，他不理我，我一直叫哦，好，来来来，拍手拍手，这边都没有拍手，这边都没有拍手，哎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来来来，旋转吗？来，小朋友，我们大声说“圣诞老公公好”，圣诞老公公，来，我们请老公公跟大家讲几句话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来，老公公跟大家讲一下话。哦，你们都听不懂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我才听得懂。他说：“大家小朋友好。”哎呀，你们要说老公公好啊，预备，开始。老公公好。哦，来，老公公，你今天来这边开不开心？哦，他说他来这边很开心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真的老公公，我们的小朋友今天乖不乖？哦，这是我们的小朋友实在太棒了，给自己拍拍手。谢谢。哦，好，那真的老公公，你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呢？哦，他说，真的老公公说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好，真的老公公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？哦，真的太美。哎，老公公，你换一下音频，因为都一样的，这样很容易分担。对对对。好，老公公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？老公公听得懂人话，太厉害了。好，老公公说呢，我们待会在发糖果的时候，小朋友一定要坐好，他才会发糖果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要坐下，不要。好，来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跟着音乐拍手。来，老公公，我们准备发糖果了。好，坐在位置上面才有哦。哎，你再坐好。哎，赶紧去拿，赶紧去拿。圣诞快乐 ！OK， 哎，哇，地上。